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吵起来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先坐在这里看吧。好像又泼水了。看这情形，差点尴尬。刚刚我去了解到情况哈，有个工友他告诉我哈，是因为一件小事情而吵架，就是他们晾衣服时候那个水洒到自己脚上，所以就吵起来了哈。因为我们对面哈，一个房间都是处于男女混住的状态哈，一个房间好像是住了大概有两对夫妇，那种民工夫妇哈，他们在生活中呢就会因为一点小事情而摩擦，然后导致吵架，这种已经很常见了。那么对于我来说哈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热闹的。人家都说工地三喜哈，今天那个工地四喜，就是加一个看热闹嘛。然后你们肯定会问哈，为什么不去租房子哈？其实我们出来打工就没有想过要去租房子，因为在工地上嘛，也有提供住宿，很多工友他们都是，先将就嘛，噶就挤到一堆。因为去租房子，一是要出房租费，二是路程比较远，就租房子真的是太麻烦了。所以说就挤到一堆，住一起，然后这个小事情经常摩擦很正常。然后我去洗澡去了，哎呀，不说了。去洗澡去了，大包小包的。开始休息了，先晚安了。今天晚上就不关灯了，现在都是晚上12点多了，12点半了，快到1点钟了。
好困呀。